上面拢无多依靠，就算你做高嘛无多啊。所以伊阵波斯尼亚讲话，那个多那安尼哦，我看到拍拼世界波斯，按照你讲的哦，这才是真正保障啊。唯一咱来拍拼，所以世界波斯才是神话，咱才有多坚固哈。所以我讲，若有神发行，虽然霸清水。一个人若发到随顺佛所讲的神法因果，那么去实践，那么这段神法成业，形形色色拢对调的。但是世间的金钱财物肉体，拢是败坏无常的啊，你控制不了啊。所以随种种波物不能教导谁，你在这世间你更加多钱，嘛无多对你去。啊，你咱就来讲个啦，人啊死，那么在上家先给你补起，亲家朋友给你上个王阿波，什么对你起？你所做的善恶业对你行啊，啊，所以咱就爱扎善业开药店啊，所以种种世间的财物，你不要到扎去后世人用啊，啊，种种财宝物，即可强则多，你伫这世间更加多钱，金银财宝。拢有可能和万金罪主啦、强盗啦、败家主呢，来给你偷去、给你抢去、给你夺去，追债追债，哈、啊，王七之机会。但是卖国王啊、盗贼啦、追债追债啊，不能发发财，就无法度侵略王的发财啊。啊，第一句话真简单，来，咱来念一遍来：多物归无常，善法。经地会世间物祸害善法上坚固，若有顺法行，虽然霸清世，虽种种波物不能自修习，种种在波物即可强截断，妄察之机会不能白发财啊！这个位呢？咱就讲要比什么？比上的功德发财较济啦，啊，咱无必要去讲比世间的一切啊。所以，那么咱对世间的财物，讲加出世间的财物，这个是要紧啦，啊。但是不管在各航空航程，今天六月二号早时八点到暗时九点半，在高雄永春和高市，地址在高雄市南麻溪南昌路136-6号。联络电话：0736-3600。六月三号早时八点到暗时九点半，在高雄中清市，地址在高雄关交前民政路134号。联络电话：0736-3717。正常时空代表要有准恩参加阿弥陀佛。其他工作团体，今天六月29号礼拜日暗时7点半，在嘉义罗岗中心举行。正常开票开始和发票时，如何做一个信任的人？地址：嘉义区弥陀路100-1号，联络电话：0526-6700。放我2286158，今天是康大学跟我们安参加。有事发挥，今天六月二号礼拜六下午2点开始，在大寮乡公社举行，从窗户透过书书法，地址在高雄县大寮乡红林沙路492号，联络电话：0778120050，7813041。今天是彭大姐拥有神恩参加阿弥陀佛。今天那些上场的流量不少不足看是人家真实的。啊，这个位呢，咱就把这逼上面。比上的功德发财较济啦，啊，咱无必要去讲比世间的一切啊，所以
那么咱对世间的财物，讲到出世间的财物，这个是要紧啦，哈、啊。所以各位爱点点报喜，怕不要赚钱，我不给你怕不要报喜，累积自己的神发光财。所以这个叫有破色戒经，各位这本经真要紧啊。咱在地人有破色有破，如果修行没得修行，这本有破色戒经是同好巩固。包括各位去修菩萨戒、六中戒、二十八天戒，都是对有破色戒经来底所讲的。那么有破色戒经对在地菩萨边啊，去友好父母，那也是对布施跟发愿，不管在界我界。要怎修，要怎么来对待一些人，讲得真清楚啊！所以各位要先读书，进一步机会去了解。所以有部《释戒经》顶头讲着，落施之人得到五种的好代志。如果真爱布施的人呢，得到五种的好处。第一，将不远离一切俗人，各位啦。你爱布施，当然布施，包括护持三宝，帮助上下人。那么你边仔就真多善知识，那就佛菩萨也你给你加持。你边仔护持三宝，那么你护持出家人，你就靠机会亲近出家人。那么出家人呢，就有机会边仔给你开示讲佛法。所以爱布施的人，永远都未离开一切善行、善家、善知识。第二。一切众生乐见乐闻呐，你这个爱报喜的人，在他做什么所在，大家都真欢喜，看着你，听着你的名，真快乐。啊，像咱这摆，这个报纸叫《萨尔瓦多悲党》，哎呀，各位咱都想办法，我一定要来报喜，一千块代表好，一万块好，那么要交什么单位，那么咱伊在咧辛苦悲党，那个顶上去，啊。跟咱从台湾九二地震，真多咱台湾人、外国人的赶紧用钱送来，哈、啊！咱今日在找报喜的机会，逐天在咧想想空空胖胖，唔是咧趁钱啊，要来报喜啊，哈、啊！安尼你爱报喜的人咧，心心碎碎，人欢喜看到你，哈、啊！人欢喜听到你的名，但是你也不要报喜，八大人就已经讲到，贫苦多怨，一个人啊善恰，哈、啊！无钱哦，完全就是大家看到你就推下你，讲到你的名就感觉安尼啊，所以呢，咱就要成为众生的福田，定来布施一切众生乐见乐闻。第三，日拜众生不生报位，就爱布施的人，行到什么所在啊？我未惊呀，真灾啊！对我来讲，积善的人，有钱惊人灾的人，就心就虚啊。佮偷济人钱的人，那更加是心虚啊。啊、所以爱报喜的人在大众在什么状况里面都不怕，包括晚上也好睡不怕黑暗、啊、在大众的时候不生恐怖畏惧之心。第四，得到好名声，定到什么所在呢？大家在学路乃至名声大、啊、各位名声大真要紧的这样、啊、你叫我就帮助佛法。第五，庄严菩提，咱今日大乘法一切目标都是在圆满菩提，所以庄严菩提。那么，所以快乐布施的人，欢喜布施人，具备这个五种代志来，咱来念一遍来。一者将不远离一切善人；二者一切众生乐见乐闻；三者日大众时不生报位；四者得好名声；五者庄严菩提。不再来呢，也是本地来对讲，报喜除了金钱的报喜，那么从病呢，就什么食物的报喜。像咱这刚这个刚看报纸，台北创世基金会办几百对的下一代街友，什么街友啊，就流浪汉，啊，无人家，哦，让你走多快乐呢，啊，确实咱台湾嘛有真多人无饭吃流浪啊，咱就真多流浪狗啊，有真多动物啊。所以各位爱常常报喜食物，咱是伫迄个时代，分两个普通人讲，菩萨咧讲听，佮报喜一半，和一般的乞食乃是精神食，啊，所以呢，常常去想着别人的意思啦，啊，各位你也想好嘛，你去外口买一半足好食的豆干、臭干哈，臭豆腐，你第一个想的是啥物？你所爱的人，啊，你的太太、你的囡仔，你一定要买一半回家。
你看你若爱一切众生，你咧食物件时，你敢想着够真正爱去食的，我食较少的，我存了呢来报喜给伊食。你本来一顿饭食一百块，你改五十，五十改二五，啊，存的钱呢欠起来，只有三十啦，给全世界个很侪人有通食。所以这里面讲，报喜食物给人吃，必定五种功德，叫做五功德经，这里面是要念哦。所以就要给佛讲，人若摕饭食这物件来报喜给人吃，有五种的功德，地价消息。有智慧人知影你哦，啊，意度宏阔，发大心变，我规工无闲啊，对不对？替众生探钱，目的没有众生吃，安尼啊，啊，拢在想这件代志，安尼叫做五种的福德道，你得到五种福德道，修道以前讲叫解脱道，啊，那是福德道、菩萨道，这拢是道啦，绝对能修三宝道，有没有？啊，我们要得福德道，不要得那个贫穷道。啊，第五种呢，第一惜命，这个意思是，你报喜是要防家，对方就得到挖到挖落去，所以你等于报喜了对方性命，你报喜了对方对性命，你自己做什么？等修，所以报喜是要对方家，你自己得到等修，这个惜这个命，第二惜色。这个是外表，你个情况嘛，一个人呐，无人个家是在高，无人家面色的歹看，啊，散的散真艰苦。所以你若报喜是要给人家，你将来形形色色外表庄严，色就代表你外表好看，啊。所以第三喜乐，你若报喜是要给众生家，众生有乐，有乐就通做大事，啊。所以报喜是要你这个大力量，身体有乐。做代志，第四心安，安就是安稳，心安平安，快乐。嗯，好吧，叫啊，送那这种的呢，那么安尼要来趁钱还是无可能的。第五，详细记录求财物者为福德，特别爱去唱歌跳舞啦，乃至无正确的男女的性行为啦，啊，那么特别安尼爱去。顺奉一个人，那么为了赚到钱是不可能的。对了，懒惰贫惰求财物者为非道啊，贫惰的人赚不到钱。所以刚刚来讲，道定来讲，咱要赚到钱，第一，人爱拍麻将；第二，生活爱正常；第三，那么吃物件啊，那是饮食吃物件习惯爱正常；第四，爱清净身体些；第五，那么唔通爱算。唱歌跳舞那是下瘾，第六还怕病，唔通病多。如果安尼呢，咱就发多，赚到财物。另外，第二，在善生子金、神心诸金内底，赶快，那么用有低俗住，就是呢，十条毛利个价，甲这个少年人讲，有六番消来恶道，有六桩啊歹代志啊。孝顺那个积财，那是对了恶道，浪费金钱啊，那钱的钱越来越少。那么当时之，咱应该了解。第六种，第一爱饮酒，爱耍放逸，叫做嗜酒游逸。第二不喜日他房，这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是讲去找隔壁、找别人的太太，讲就是邪淫啊，无正确的男女关系。不喜入他房，那么阿弥呢？你也善宅啊！再来，为博戏游艺，爱把钓就对了啊！把杂毛啊，把杂沙鸡的把把抽了啊！那么把钓来放鱼就中了。那么别看几个位还是宅，得是大好寂寞，进来去唱歌跳舞啊，爱耍就对了。结果为恶运，你若交到歹兵嘛，那么就来浪费财产，得拉太多，兵断还在兵断。所以这条后人消灾，那是入恶道。第一爱吃酒，第二吃淫，第三爱博缴，第四只能去耍，第五交到歹朋友，第六兵断。哈、啊，各位这其实拢真简单的经历，如果你好好甲观察这世间的人。
啊，你好也有好嘢见人条件，哈、啊，那么在这个人爱有钱嘛，哈、啊，过来就算有钱，就懂嘛，叫他唔通执着金钱，所以也中本起金来对，不讲啊，金钱有八种诶，那么为脆就是无坚固，那么顺义无易，哈、啊，那么唔能执着金钱。都被种的损害金钱呢？啊，金钱都被种的排除呢。第一，为官所没，就是啊，贪官污吏啊，那么没收入的财产。第二，盗窃劫夺啊，都要强盗，都要小偷，就偷到你的钱啊，强盗你的钱。第三，体会不敢，除了那会说出啊，那么那钱就越会收起啊。啊，无，第四，聚所莫逆，只有追拄着大灾啊，大水灾，那么钱嘛利用阴气，第五，冤家债主，冤亲债主啊，那么就来给你多少啊，给你骗钱啊，啊，横剑夺取啊，就有一些啊，冤亲债主啊，那么你来傲了对吧？蛮海意啊，对了，田龙不修，有残，结果啊，唔好那个进走。啊，那么安尼来消散宰散，第七假作不知便利，这个假就是做生意做工课，无技术无方法，啊，那么你要趁钱嘛，有趁钱的条件嘛。第八二子博眼用度无道，去生个歹囝，大家爱跋筊偷摕你的钱，啊，那么浪费无节制。那么如果那这八项条件如是不属自为难保，所以世间的经济有这八种的代志会伤害你的经济，无法保护你的财产，八祸当至，非你所致，这八种的灾厄啊随时的话来，那么不是咱自己的力量啊无法保护自己，所以忽然讲的意思是说啊，虽然你打拼赚钱，但是呢有这八种的条件，可能和实在人来了解，注意啦，对啦，败家子啦，卖官啊，排朋友啦，啊，不好的官吏啊，所以呢，让人执着金钱。那么下面就是同样讲的呢，财物金钱的善行，但是善法功德，这才是同重要的啊。咱是求功德发展，是世间的精彩。所以佛别正法两处经。讲了个第一，你讲什么呢？波物归无常，善法经智慧。世间的金钱财物，那么是无常用，属于无常所控制，你抓嘛抓得起，那么控制不掉。但是什么物件才是重要呢？善法啊，善法就是一切道德的善业啊，修持善业，友好父母。念佛这种属于布施乞丐，拢是善法，这叫我多增加智慧。好、哦，再来，世间物破坏，善法常坚固。啊，那么世间的钱财、厝啊，拢有可能拄着什么灾厄，就被败坏啊。但是你所修行的善法，以布施乞丐善法，那么袂因为世间的物常而败坏。所以生活上坚固，所以有一本波斯密国王做梦啊，梦到四个大山，那么准备来对戏。这种讲就会梦到德隆，这四个大山代表什么意思啊？那给我压了，害我暗时困袂去。我德隆啊，心怒悲喜，随时就来给咱逼迫，生命就很痛苦啊。什么拢无法度依靠，就算你做国王嘛无法度啊。所以一种波斯密国话，那不得哪呢哦？我看到打拼乞丐布施，按照你讲的哦，这才是真正的保障啊！为伊咱来打拼，所以乞丐布施才是生活，咱才有法度坚固哈。所以佛说，若有顺法行，虽然百千岁。一个人若法度随顺所讲的生活因果，那么去实践，那么这段生活成业。精精细细拢对调的，但是世间的金钱财物肉体拢是败坏无常的啊，你控制不了。
啊，所以水种种波物不能告诉谁，你在这世界你更加多钱也无法对你去啊。你咱就讲过了，人的死那么在上家孙给你补去，亲家朋友给你上个王阿波什么对你去，你所做的神恶业对你去啊。所以咱就要炸神业开药店啊。所以种种世间的财物你无法度炸去后世人用啊。种种财宝物即可强则暴，你在这世间更加多钱金银财宝，拢有可能和万金债主啦、强盗啦、败家呢来系偷去、给抢去、给夺去，追债回债，王七之机会。但是卖国王啊、盗贼啦、追债回债啊，不能白发财，就无法度抢你的光的发财啊。只对古人简单来，咱来念一遍来：宝物贵无常，善法精智慧，世间物祸害，善法常坚固。若有顺法行，虽年百千岁，虽种种宝物，不能自消逝。种种在宝物，即可强则夺，妄察之机会，不能不发财。啊，这个位呢，咱就讲要比什么？比上的功德发财较济啦。啊，咱无必要去讲比世间的一切啊。所以，那么咱对世间的财物，讲加出世间的财物，一开始要紧啦，同时不断在搞航空行程，今天大月联合周时八点到暗时九点半，在高雄永春和高市，地址在高雄市南麻溪南昌路136-6号，联络电话0736300006。大月三号周时八点到暗时九点半，在高雄高雄市地址高雄交通中路134号，联络电话0736300007。今天是通道的拥有本案参加阿弥陀佛。其他工作团体各人各个的高和礼拜里暗时出电话以加入的当中心进行今天和他发师和发考师如何各自人心有的人得记加入区弥陀佛几百块一盒那么等了0225-6700，0225-6700。今天是潘大表演讲安排。有事发挥，今天大表联合礼拜六下午两点开始，以大了香港飞机场，从天后飘飞苏苏华，地址在高雄关大了香红林山路492号，联络电话0700-7812500。7813041，今天是潘大姐用热线安参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上师圣母娘娘，救苦救难，救人间世间。释迦牟尼佛。啊，这个位呢，咱就讲要比什么？上的功德发财较侪啦，啊，咱无必要去讲比世间的一切啊，所以，那么咱对世间的财物，讲加出世间的财物，这个是紧啦，啊，所以各位爱常常布施，拍拼赚钱的，就是拍拼布施，累积家己的善法功财，所以这个叫优婆塞戒经，各位这本经真要紧啊。在这了，有不修可以，有修行没有修行，就跟一些戒定同会巩固，包括有修菩萨戒、六中戒、28清戒，就是对有不修戒定来对所讲的。那么有不修戒定对在这菩萨边啊，去友好别物，乃至对布施跟发这八关斋戒、五戒、
你安怎收，你安怎来对待一些人，讲得真清楚啊。所以讲，你要先读书，进一步机会去了解。所以有部《世界经》顶头讲的，乐施之人得到五种的好代志。伊讲真爱布施的人呢，得到五种的好处。第一，将不远离一切世人，各位啦。你若爱布施，当然不就包括给三宝帮助三个人。那么你边仔就真多善知识，那就佛菩萨也咧给你加持。你常常护持三宝，那么你护持出家人，你就有机会亲近出家人。那么出家人呢，就有机会常常给你开示讲佛法。所以爱布施的人，永远都未离开一切善人、善家、善知识。第二，一切众生乐见乐闻啊！你这爱布施的人，听到在什么所在，大家都真欢喜，看到你，听到你的名，真快乐啊！所以咱这摆，这个报纸叫《萨尔瓦多悲当》，哎，我为了想办法，我一定要来布施一千块代币也好，一万块也好，那么要交什么单位？那么咱伊在咧辛苦悲当，那个顶上去啊！噶咱从台湾九二党，真济咱台湾人、外国人来赶紧用钱上来，哈、啊！咱今日来找报喜的机会，特工在咧辛辛康康、胖胖，唔是趁钱啊，来报下，哈、啊！安尼你爱报喜的人来辛辛碎碎，人欢喜看到你，哈、啊！人欢喜听到你的名，但是你也不要报喜，八大人皆经共流，贫苦多怨，一个人啊善下。哈、啊，无钱哦，完全做就大家看到你就推啊你，讲到你的名就艰苦，安尼啊，啊，真诶，你得爱成为众生的福田，然后保持一切众生乐见乐闻。第三，日拜众生不生报位，就爱拜师的人，行到什么所在啊，拢未惊呀，真灾啊！对你来讲，结善的人，有钱惊人灾的人，就心就死啊，搁偷钱的人。那更加是心虚的啊！爱布施的人，伫大众伫什么状况内底，拢未惊，包括暗时嘛好困，未惊黑暗啊！伫大众迄时阵，不生恐怖畏惧之心，第四得到好名声。行到什么所在呢？大家咧学路，乃至名声大啊！各位名声大，真要紧的啊！安尼伊叫我都帮助佛法，得到庄严菩提。咱今日大乘佛法一切目标都是咧圆满菩提，来成菩提。那么啊，所以发布施的人，欢喜布施人，具备这个种大事来，咱来念起来：一家将不远离一切信缘，二家一切众生乐见乐闻，三家日大众时不生怖畏，四家得好名声，五家庄严菩提。再来呢，别一本本来在讲布施，除了经济的布施，那通别就是实物的布施。像咱即间即个间看报纸，台北创世基金会办几百对的下一代街友，什么街友啊？就流浪汉啊，不然家饿了，你走多快乐呢？啊，确实咱台湾嘛有真侪人无饭吃，流浪啊，咱就真侪流浪狗啊，有真侪动物啊。所以各位爱常常报喜喜物，咱是伫迄个时代，佛龙甲普世尼王讲，菩萨咧食物件，差不多报喜一半，和一般的乞食乃至精细食，哈、啊，所以呢，常常去想着别人的意思，啊，各位也想看嘛，你就怕买一碗足好食的豆干、臭干哈，臭豆腐，你第一个想的是你所爱的人，哈、啊，你的太太、你的囡仔，你一定要慢慢买一碗回家。你讲你若爱一切众生，你咧食物件时，你敢想着够真正人爱去食的，我食较少的，我出门呢来报喜给伊食。你本来一顿饭食一百块，会改五十，五十改二五啊，啊，剩的钱呢欠起来，饥饿三十啦，给全世界个很侪人有通食。所以这内底呢讲，报喜食物给人食，得到五种功德，叫做五功德经，这内底是念啊，所以就要讲佛讲。人那一顿饭，家来的时候，人家有我的功德，地家消息聚会来吃下你哦，啊，意度宏阔，发大心地，我规工无闲啊，特别来
替众生探及目的的众生者，安尼啊，啊，拢在想这件代志，安尼叫做五种的福德道，你得到五种福德道，修道你修什么道？解脱道，啊，那是福德道、菩萨道，这拢是道啦。绝对能修什么道，有没有？啊，我们要得福德道，不要得那个贫穷道，啊，这个正呢得。是命，即个意思是，你报是是要防家，对方就得到挖到挖落去，所以你等于报是要对方性命，你报是要对方个性命，你自己做啥物？等修，所以报是是要对方家，你自己得到等修这个死这个命，第二死息，这个是外表，你个情况嘛，一个人呐，无人个家，一只狗无人家，面色就歹看。啊，善的善真艰苦，所以你们报是是要让人，你将来心心实实外表庄严，色就代表你外表好看啊。所以第三，喜乐，你们报是是要让众生家，众生有乐，有乐就能够做代志啊。所以报是是要你这个大力量，辛苦乐做代志。第四，喜安，安就是安稳，生活平安。快乐，好吧，叫啊，送那今晚呢？那么，安尼为了趁钱还是无贵的。第五，详细记录就在不食为辅导，特别爱去唱歌跳舞啦，乃至无正确的男女的性行为啦，啊，那么特别安尼爱去送红衣的人，那么为了趁着钱是无可能的。对了。懒惰贫惰求财不食为福德啊，贫惰的人赚不到钱，所以刚刚来讲倒转来讲，咱要赚到钱，第一人爱拍麻将，第二生活爱正常，第三那么吃物件啊，那是饮食吃物件习惯爱正常，第四爱清净身体识，第五那么唔通爱算，算条路那下瘾，第六爱拍拼唔通贫惰，如果人安尼呢？咱就发多赚到财物，另外第二在善生子金、神行诸金来对，赶快。那么一共有基础住，就是呢，释迦牟尼佛甲这个少年人讲，有六番消灾入恶道，有六种啊歹代志啊，会消损咱的钱财，乃至堕入恶道。浪费金钱啊，乃至呢钱也愈来愈少。那么当时之，咱应该了解。第六种，第一，爱饮酒，爱胜放逸，叫做嗜酒游逸。第二，不喜其他房，这些秘书呢，这个就是讲去找隔壁、找别人的太太，讲就是邪淫啊，无正确的男女关系，不喜其他房。那么安尼呢？你也善宅啊，再来为博戏游艺，爱把钓就钓了啊，把杂毛啊，把杂沙鸡的把把敲了啊，那么把钓来放鱼就中了，那么别看几个月还是宅，这是大号技能，今来去唱歌跳舞啊，爱送就对了，结果为恶友，你们交个歹朋友啊，那么就来浪费财产，第六带多贫端还在贫端，所以这个条后人消灾那是入恶道，第一爱吃酒，第二邪淫，第三爱跋筊，第四真爱去耍，第五交了歹朋友，第六贫端啊，各位这些其实拢真简单的经历，不过你好好甲观察这个世间的人啊，你好了好了因缘条件啊，那么在个人爱有钱嘛啊，过来就算有钱，就等嘛，叫他唔通执着金钱，所以伫中等起金内底，不讲啊，金钱有八种诶，那么为脆就是无坚固，那么顺而无逆哈，那么唔能执着金钱，第八种诶损害金钱呢？啊，金钱都被这样的排除呢。第一，为官所没，就是啊，贪官污吏啊。那么
没收你的财产。第二，盗窃劫夺啊，拄着强盗，拄着小偷，就偷着你的钱啊，强盗你的钱。第三，机会不敢，除了那会收租啊，那么那钱就越会收起啊啊，无。第四，己所莫逆，只有追拄着大灾啊。大水灾，那么钱嘛用阴气。第五，冤家债主，冤亲债主啊，那么就来给你剥削啊，给你骗钱啊，啊，横剑夺取啊，就有意思啦。冤亲债主啊，那么你应该傲了对吧？不好意思啊，对了，田龙不修，有残，结果啊，唔好啊去进走啊，那么安尼来消散灾散，第七。假作不知便利，这个假就是做生意做工作无知识无方法啊，那么你要赚钱嘛，有赚钱的条件嘛。第八，二子博眼用度无道，去生个歹囝，大家爱跋筊偷摕你的钱啊，那么浪费无节制。那么如果那这八项条件如是不属，自为难保。所以世间的经济有这八种的代志，会伤害你的经济，无法保护你的财产。八祸当至，非你所致。这八种的灾厄啊，随时的话来，那么不是咱家己的力量啊，无法保护钱的。所以忽然讲的意思是讲啊，虽然你拍拼趁钱，但是呢，有这八种的条件，可能会让咱失财。咱来了解，注意啦，会啦，败家子啦，卖官啊，歹朋友啦，啊，不好的官吏啊，所以呢，让人积着金钱。那么下面就是同样的呢，财物金钱的善行，但是善法功德，这才是同重要的啊。咱是求功德发展，是世间的精彩。所以佛的正法两处经讲的是第一，你讲什么呢？波波归无常，善法真智慧。世间的金钱财物，那么是无常用，属于无常所控制，你抓嘛抓得起，那么控制不掉。但是什么物件才是重要呢？善法啊，善法就是一切道德的善业啊，修持善业，友好百物，念佛，这种属于布施乞丐，拢是善法，只叫我多增加智慧。好，再来，世间物破坏，善法常坚固啊。那么世间的钱财、厝啊，拢有可能拄着什么灾厄，就被败坏啊。但是你所修行的善法，以布施乞丐善法，那么未因为世间的物常而败坏，所以善法常坚固。所以有一本波斯匿国王做梦啊。望着四个大山，那么准备来对视。这两天又去问过德隆，这四个大山代表什么意思啊？那给我压了，害我暗时困袂去。我德隆啊，心怒病死，随时就来给咱逼迫，生命就遐尼痛苦啊！什么拢无多依靠，就算你做国王嘛无多啊。所以一种波斯匿文化，那不得哪呢哦？我看在拍拼、乞丐、布施，按照你讲的哦，这才是真正的保障啊！为伊咱来拍拼，所以世界布施才是善法，咱才有法度坚固哈。所以佛说，若有顺法行，虽然大千世。一个人若法度随顺佛所讲的善法因果，那么去实践，那么这段善法善业，形形色色拢对调的。但是世间的金钱财物肉体，拢是败坏无常的啊！你。控制得掉啊，所以虽种种波物不能告掉谁，你在这世间你不管多钱也无法度对你起啊。人家就讲过了，人的死那么在上家孙给你补起，亲家朋友给你上个王波，什么对你起？你所做的善恶业对你行啊，所以咱就要炸善业开药店啊。所以种种世间的财物，你不要到炸的后世人用啊！啊，种种财宝物，即可强则多。你在这世间，国家最值金银财宝，
拢有可能互冤亲债主啦、强盗啦、败家子呢，来甲你摕去、甲你抢去、甲你夺去，追债追债，哈、啊，用七支追火。但是卖国王啊、盗贼啦、追债追债啊，不能发发财，就无法度抢你的功德发财啊！啊，这八句话真简单，来，咱来念一遍来。多物归无常，善法精智慧，世间物祸害，善法常坚固。若有顺法行，虽人百千世，虽种种波物，不能自消逝。种种在波物，即可强劫夺。妄察之机会，不能不发财。啊，这个位呢，咱就讲咧比什么？比上的功德发财较济啦。啊，咱无必要去讲比世间的一切啊，所以那么咱对世间的财物，讲家出世间的财物，这个是要紧的啊。人生要甜，人口要平安。同时不断在搞航空航天。今天六月二号早时八点到暗时九点半，在高雄永春和高市，地址在高雄市南麻溪南昌路136-6号。你的电话：0-3630-3006。六月三号早时八点到暗时九点半，在高雄中清市，地址在高雄关交城民权路134号。你的电话：0-3713717。正确时空代表拥有怎样参加阿弥陀佛。其他工作团体各人各个人高和礼拜里暗时出电话与大力的当中心进行警车和他发师和发考师如何对着人心有的人北记大力区弥陀楼只大空一盒人的朋友空落里一六六七空空空落里里八六一八七今天是空代表拥有怎样参加有时发挥今天六月二号礼拜六下午两点开始以大寮乡公社举行中山和透过师资法地址在高雄县大寮乡红林沙路492号联络电话0-7-7-8-1-2-0-0-7-8-1-3-0-4-1今天是方代表拥有怎样参加阿弥陀佛今天是方代表拥有怎样参加阿弥陀佛就考虑的爱是如何分析的啊这个位呢咱就讲在比什么比上的功德发财较济啦啊咱无必要去讲比世间的一切啊所以那么咱对世间的财物讲家出世间的财物，这个是要紧的啊！所以各位爱点点报喜，怕不要趁钱，我对住你，怕不要报喜，累积自己的善法功财。所以这个叫有报喜戒经，各位这本经真要紧啊！咱在地人有报喜，有报喜，你修行没有修行，这本有报喜戒经是同好巩固。包括各位你修菩萨戒、六中戒、28轻戒。就是对优婆塞戒经来对所讲的，那么优婆塞戒经对在地菩萨边啊去优化白露，那一直对布施跟发这八关斋戒五戒，免了修免了来对待一些人，讲得真清楚啊。所以各位要先读书，进一步机会去了解。所以优婆塞戒经顶头讲的，莫施之人得到五种的好代志，伊讲真爱布施的人呢。这个五种的好处，第一，将不远离一切圣人，各位啦，你爱布施，当然布施也包括护持三宝，帮助上下人。那么你边个真多善知识，那就佛菩萨也你给你加持，你边个护持三宝，
那么你好奇出家人，你就有机会亲近出家人。那么出家人呢，就有机会常常给你开示讲佛法。所以爱多事的人，永远都未离开一切圣人、圣者、圣弟子。第二，一切众生乐见乐闻呐。你这爱多事的人，行到什么所在，大家都真欢喜，看到你，听到你的名，真快乐。啊，是咱这摆。这个报纸叫萨尔瓦多悲当，哎呀，我有咱在想办法，我一定要来报喜一千块代表好，一万块也好，那么要交什么单位，那么怎样伊在咧受苦悲当，那个顶上去，啊，跟咱中台湾九二悲当，真侪咱台湾人外国人的赶紧用钱上来，啊，咱今日来找报喜机会，逐天在咧事情空空胖胖，唔是咧趁钱啊，要来报喜啊，啊。安尼，你爱报喜的人咧，形形色色，人欢喜看到你，哈、啊，人欢喜听到你的名。但是你也不要报喜，八大人觉经讲到，贫苦多怨，一个人啊，善吃哈，无钱哦，万金最多，大家看到你就讨厌你，讲到你的名就艰苦，哎呀，哈、啊，所以呢，咱就爱成为众生的福田，定来报喜，一切众生乐见乐闻。第三，日待众生不行报位。这爱报喜的人走到什么所在啊？拢袂惊呀，真灾呀！对你来讲，结晒的人，有钱惊人灾的人，就心就虚呀。佮偷别人钱的人，那更加是心虚呀。哈、啊！这爱报喜的人，伫大众伫甚物状况内底，拢袂惊，包括暗时嘛好困，袂惊黑暗。哈、啊！伫大众迄时阵，不生恐怖畏惧之心，第四得到好名声。行到什么所在呢？大家来问，那字名声大，啊，各位名声大，真好呢，啊，安尼你叫我都帮助佛法，得到庄严菩提。咱今日大乘法一切目标都是要圆满菩提，就是庄严菩提。那么，所以快乐布施的人，欢喜布施人，具备这个种大事来，咱来念一个来：一家庄不远离一切性缘。二者一切众生乐见乐闻，三者日待众生不生怖畏，四者得好名声，五者庄严菩提。再再来呢，第一本经来在讲，布施除了金钱的布施，那么从地呢，就什么食物的布施。像咱即间即日刚看报纸，台北创世基金会办几百对的。请一代街友，什么街友啊？就流浪汉，啊，无人吃，哦，人你做多快乐呢？啊，确实，咱台湾嘛有真侪人无饭吃，流浪啊，咱就真侪流浪狗啊，有真侪动物啦、啊，所以各位爱常常保持食物。咱自己活到时代，活拢甲普世民众讲，菩萨咧食物件，差不多保持一半，好、哦、一半的乞食乃至精细食，啊。啊，所以呢，常常去想着别人的意思啦。啊，各位你也想看嘛？你去外口买一碗足好食的豆干、臭干哈、臭豆腐，你第一个想的什么？你所爱的人，哈、啊，你的太太、你的囡仔，你今日慢慢买一碗回家。你讲你若爱一切众生，你去食物件时，你敢想着够真正人爱去食的，我食较少的，我出门呢来报喜回家。你本来一顿饭食一百块，你改五十、五十改二五，啊。出的钱呢，欠债，饥饿三十啦，给整世界个很多人有通食，所以这内底呢讲，布施食物给人吃，得到五种功德，叫做五功德经，这内底是要紧哦。所以就要讲佛讲，人若摕饭食这物件来布施给人吃，有五种的功德，地价消息有地会人吃下的哦，啊，意度宏阔，发大心地，我规天无闲啊。对不对？替众生探及目的没有众生价，安尼啊，啊，拢要想这件代志，安尼叫做五种的福德道，也得到五种福德道，修道以前用的解脱道，啊，那是福德道、菩萨道，这拢是道啊。绝对不能修三恶道，有没有？啊，我们要得福德道，不要得那个贫穷道，啊，这五种呢，第一是命，这来的意思是。你报施是要皇家，对方就得到挖到挖落去，所以你等于报施的对方性命，
你报仇的对方都信了，你自己对什么恩仇，所以报仇除了对方家，你自己对个恩仇，这个死这个命，第二死息，是不是外表？你个情况啊，一个人呐，无人个家，一只狗无人家，面色就歹看啊，瘦的瘦，真艰苦。所以你若报仇是要给人家，你将来形形色色外表庄严，色就代表你外表好看啊。所以第三是力，你若报仇是要给众生家，众生有力，有力就通做代志啊。所以报仇是要你这个大力量，身躯有力做代志。第四是安，安就是安稳，生活平安快乐，好吧，叫啊顺。那这种的呢，那么安尼要来趁钱还是无可能的。第五，详细记录求财务者为非道，常常爱去唱歌跳舞啦，乃至无正确的男女的性行为啦，啊，那么常常安尼爱去顺风一个人，那么要来趁着钱是无可能的。对啦，懒惰贫惰求财务者为非道。啊，平多的人赚不到钱，所以刚刚来讲，倒转来讲，咱要赚到钱，第一，人爱拍麻将；第二，生活爱正常；第三，那么吃物件啊，那是饮食吃物件习惯爱正常；第四，爱清净身体些；第五，那么唔通爱算，生活标准那是下人；第六，爱拍拼唔通平多。如果咱安尼呢，咱就发多赚到财物。另外第二，在善身自精、身心诸经内底同款，那么伊讲有基础住，就是呢，是条毛有个家，家这个少年人讲有六欢消灾立恶道，有六种啊歹代志啊，会消损咱的钱财，乃至对了恶道，浪费金钱啊，乃至呢钱也愈来愈少。那么当识之，咱应该了解。对了，种第一爱饮酒爱胜放逸，叫做嗜酒游逸；第二不喜其他房，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是讲去找隔壁找别人的太太，讲就是下淫啊，无正确的男女关系，不喜其他房，那么呢呢你也善宅啊。再来为博戏游逸，爱把掉掉了啊，把杂毛啊了，把杂沙地了，把草了啊。那么把掉来放逸这种啦，那么煤炭机各位还实在得是大好记乐，进来去唱歌跳舞啊，爱胜的对吧？结果为恶友，你那交着歹朋友啊，那么就来浪费财产，对啦，带多贫端还在贫端，所以这个条。还有人消灾，那是立恶道。第一爱吃酒，第二下淫，第三爱跋筊，第四真爱去耍，第五交了歹朋友，第六贫惰。哈、啊，各位这其实拢真简单的真理。如果你好好甲观察这个世间的人，啊，你好要好要因缘条件，哈、啊，那么在个人爱有钱嘛，哈、啊，过来就算有钱。就等嘛，叫他唔通执着金钱，所以伫中等起金内底，不讲啊，金钱有八种诶，那么为脆就是无坚固，那么顺而无逆哈，那么唔通执着金钱，多八种诶损害金钱呢啊，金钱多八种诶排除呢，第一为官所没。就是啊，贪官污吏啊，那么诶，没收你的财产。第二，盗窃劫夺啊，都要强盗，都要小偷，就偷到你的钱啊，强盗你的钱。第三，机会不敢，除了那会收啊，那么咱钱就越会收去啊啊，无。第四，聚所莫逆，就要追都要大灾啊。大水灾，那么钱嘛用阴气，结果冤家债主、冤亲债主啊，那么就来给你多少啊，给你骗钱啊，啊，横剑夺取啊，就有一些啊冤亲债主啊，那么你
人家咧拗了对吧？蛮下意哈，对啦，天龙不修有禅，结果啊唔好啊去静坐啊，那么安尼咪消散宰散，第七假作不知便利，这个假的是做生意做工课，无知识无方法哈、啊，那么你要趁钱嘛，要趁钱的条件嘛，第八。二子博眼用度舞蹈，去生个歹囝，大家爱跋筊，偷摕你的钱啊，那么浪费无节制。那么如果那这八项条件如是不属，自为难保。所以世间的经济有这八种的代志，会伤害你的经济，无法保护你的财产。八祸当至，非利所致。这八种的灾厄啊，随时都活来，那么不是咱自己的力量啊，我都保护钱的。所以忽然讲的意思是讲啊，虽然你拍拼趁钱，但是呢，有这八种的条件，可能会让咱失财，咱来了解啊，注意啦，对啦，败家子啦，卖官啊，歹朋友啦，啊，不好的官吏啊，所以呢，咱当积极金钱。那么什么叫做同样的呢？财物金钱的善行。但是善法功德，这才是同重要的啊！咱是求功德发展，是世间的精彩。所以佛在《正法莲处经》讲的是第一，你讲什么呢？波物归无常，善法精智慧。世间的金钱财物，那么是无常用，属于无常所控制，你抓嘛抓得起，那么控制不掉。但是什么物件才是重要呢？生化啊，生化就是一切道德的生业啊，修持生业，依靠白露念佛，这种属于布施乞丐，拢是生化，这叫我多增加智慧啊。再来，世间物祸害，生化上坚固啊。那么世间的住宅、厝啊，拢有可能拄着什么灾厄，就被败坏啊。但是你所修行的善法，以布施乞丐善法，那么未因为世间的无常而败坏，所以善法上坚固。所以有一边波斯匿国王做梦啊，梦到四个大山，那么准备来对视。这两天有去问过德隆，这四个大山代表什么意思啊？那会把我压了，害我暗时困袂去。我德隆啊，生老病死，随时就来给咱逼迫。生命就让你痛苦啊，什么人没得依靠，就算你做国王也没得啊。所以那种波斯尼人说，那不就这样哦，我看到打拼乞丐布施，按照你说的哦，这才是真正的保障啊，不如咱来打拼。所以乞丐布施才是生活，咱才有得坚固啊。所以我说，若有顺法行，虽然大清水，一个人若法度随顺佛所讲的善法因果，那么去实践，那么这段善法善业，形形色色拢对调的。但是世间的金钱财物肉体，拢是败坏无常的啊，你控制不了啊。所以虽种种波物不能告掉谁，你别做世间，你更加多钱，嘛无法度对你起。啊，你咱就用讲过啦，人啊死，那么在上家先给你补起，亲家朋友给你上个王阿伯，什么对你起？你所做的善恶业对你行啊，啊，所以咱就要扎善业开药店啊，所以种种世间的财物，你不要到扎去后世人用啊，啊，种种财宝物，即可强则多，你别做世间国家最值金银财宝。那可能和万金罪主啦、强盗啦、败家主呢，来给你提起、给你抢起、给你夺起，追债追债，哈、啊，王七的机会。但是卖国王啊、盗贼啦、追债追债啊，不能不发财，就无法度超越光的发财啊！啊，这句话真简单，来，咱来念一遍来：多物归无常，善法。经地会世间物祸害，善法上坚固。若有顺法行，虽然百千岁，虽
种种宝物，不能自修习，种种在宝物，即可强劫夺，妄察之机会，不能不发财。啊，这个位呢，咱就讲要比什么？比上的功德发财较济啦。啊，咱无必要去跟人比世间的一切啊。所以，那么咱对世间的财物，讲家出世间的财物，这个是要紧啦，啊。同时不单在高雄方向前，今天6月2号早上8点到暗时9点。